艺术水就好，古清讲三三讲，含你做参考。该水该水，该文水哩。平稳哩讲三公路路长呢，昨无听，今日接落去听，我那同款精彩。古清会讲，予伊有站有扎，有段有落。讲喜事说喜事，东吴孙权伫咧办喜事，毋过吴侯孙权头壳冒咧烧，咧烧安怎？煞毋知影讲，本来要怪老毕过江，带阮小妹，事实是人来就要甲抓起来，叫伊讲荆州爱写甘愿离行难，因为伊甲咱借荆州占荆州嘛。像知影阮老母东吴的吴国太，看到囝婿讲遮可爱，真正假戏要甲真做下，连讲小妹确实来嫁老毕。你讲我会赢也袂赢，不过这部继续相信的，是东吴的周瑜周都督想的。目前伊镇守伫咧茶松城，我孙权着赶紧提笔写批叫人送去，用 email 来较紧。甲周瑜问讲，今要安怎样？过无外久接到周瑜回批，周瑜讲主公，我比你搁较唔冤，我比你搁较赢，啊唔过头剃落也无说袂使。俗语话咧讲啦，讲头已经剃落啊，过来吼。剃头师傅要甲你洗头，你有安怎好洗？明的讲唔的你，意思讲代志做一半，咱嘛得爱看事办事啦。啊，真正小妹要嫁，大喜之日，孙权是饮闷酒，饮苦酒，讲我呢假戏真做，小妹无定会真怨叹我。啊，老毕我那缠缠豆干切三块，讲好啦，饮啦，饮甲茫茫，搁醉醉。正人家扶扶去到洞房门口尔，我做一个酒醒拼醒官，讲较土的讲裤底规皮，有死为证，尸骨安怎样写？老毕去看到讲，干皮带剑徛门前，恐惊规房卖伏兵，凶多吉少无一定，莫非是个明都明？我呢，对西蜀来到东吴，脱过这侪劫难。留这条命要来娶某，谁知影讲阮某规房门口两个奸婢，带剑伫咧身躯边。老毕当想讲，无定内底原来要甲我杀咧，凶多吉少咧。管家婆才来甲讲，讲呾贵人你免烦恼，因为阮小姐自细汉伊就爱练剑爱操兵，所以个奸婢带剑是固定。吼，老毕娶亲真趣味。故事精彩，请听下回分解。